全场鼓掌呼唤，只见金颖儿踩着冰鞋，套上飘逸白色舞衣，在台上跟着音乐翩翩起舞。冰上舞姿利落优雅，南韩滑冰女神金颖儿八年前宣布退役，转型成为时尚宠儿，一直以来是不少男性的理想对象。如今迈入适婚年龄的她，宣布将嫁作人妻。피겨여왕김연아가3년의교제끝에오는10월결혼합니다상대는서울대성악과를졸업한그룹포레스텔라의멤버고우림만나게될또다른사람들27岁的高佑麟，2017年透过选秀节目出道，是南韩男子跨界四重唱组合。当时在经纪公司安排下，出席2018年一场冰上表演，进而认识金颖儿，两人一拍即合，坠入情网。不过两人个性低调，稳交三年后决定步入礼堂，但婚礼细节不对外公开。아직까지는올림픽하면많은분들이기억을해주시는것같은데기억해주실때까지는저도올림픽또스포츠특히피겨스케이팅과는함께하게될것같고요荣获冬奥一金一银绝佳成绩，也是花式滑冰历史上第一位集冬奥会、世锦赛、大奖赛总决赛、四大洲赛、世青赛冠军于一身的女单得主。尽管退役多年，金儿人气依旧居高不下，光是广告代言就进账150亿韩币。为了不让镁光灯坏了恋情，金儿始终未曝光感情状态。如今小两口修成正果，让粉丝们又惊又喜，献上祝福。在新闻，黄春怡报道。